八年开发区它也是不行，也是一个奴才，就是。嗯。那么这不刚开发了十几年，你看看，这不，那我当时98年时候，那时候房子是那时候你想想，那时候是加值客。嗯，就是那加值客不是在市南区吗？开发区也有两个开发区还，那这不是那个新建的。加值客那个威海的加值客都倒闭了吗？啊，这开发区还行。这是第二个，这是新建的，他老店在长江路，加时客，还有刚才咱加时客，你俩就好配哦。嗯，哎呦，威海完也是 close down 哈。对，那个文广角是吧？对，这个这边是五月，五月广场。前面就是奥特莱斯，看到建的真是有模有样的。对呀、啊，而且那个人，因为这个 building 是 very fast 哈，就是这样，这是 just change， 对，不能断的。对。2016年这不又卖了第二套，是8000来块钱。对，房地产最红火的是，那不适应。你看，开发区的马路多宽，人也少。他那个地方是填海填出来的，把北边那个山抠了以后填南边海，只有这一条路可以上那个桥，没有别的路，没有别的路可走，只有这一个路上去，周围都没有路。那是二三，这边应该，那这边，那个过去。Take a photo. Okay, so I can take photos for my video. What? Uh-uh.